Non, possible.剩几个机枪手，牺牲两个，还剩两个。你们营长呢？天星，团长，我们营长负伤了。啊，是你在指挥？是，今天我们打退敌人六次进攻了。 总部决定放弃次兵。啥玩意儿？团长，我们这可死死守了一个多月了，这说放弃就放弃啊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是，请团长下达命令。你们营立刻撤出来，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。是，死守三个小时。是。 这回去可能回不来了，请团长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执行命令。弟兄们，好好搜搜，要是有喘气儿的，就送他们上路。是是是。
咋样？现在不跟我吹了吧？你们共军不行了吧？ 你干啥呢？我没干啥，我妈妈桌子。不对吧？你在偷看何光的文件？我没有，大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在给共产党干事儿。我不是共产党，我真的不是共产党。你咋这样呢？我是你亲妹妹，你咋能利用咱俩这种关系给共产党当密探呢？ 别说了，肯定是二姐挑唆你干的。天月，天月，大姐，别光吃饭。 姐知道对不住你，对不住我。大姐，今天的事儿，我不会跟何光说的。你以后不干就行了。大姐情绪上有点不对劲儿啊。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要不要上医院看看？不用啊，他就是想二姐和虎子，还有秀水屯的家。啊，哎，我书桌上的文件是不是有人动过？我擦桌子来的。啊，睡吧。
你们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，总部对你们已经通令嘉奖。嘉奖顶个屁用啊！我那么多兄弟，那说没就没了。别哭了，让他哭。我还想哭呢。这义营那是我的大刀，又耗时又锋利，保卫四平，扔了100多号人，打保卫战剩你他妈不到一个连，这他妈仗怎么打的？ 党中央不是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吗？让开大路，占领两乡。宋明星，到。这70-80号人是咱们老底子，你再给我组建一个新营。是。 豆腐，大块的豆腐嘞！天就一盘啊，来碗就没了。哎，你买豆腐？<笑>来两块。来两块。还是没有情报。大刘兄弟，我不干了，对自己亲人下手，我做不来。你快走吧，以后也别再来找我。 不像话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这真是无组织无纪律。哎呀，人家本身就不是咱们组织的人，他可能有什么不便之处吧？哎，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不会，敌人也没发现他呀。再说他也没干什么呀。顶多你别去卖豆腐。我们还是放长线钓大鱼吧。嗯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。 他为什么离开中和光家呀？对，摸清他的态度，也好决定我们对他的态度。这女人干这个就是不行。哎哎哎，你说话可要注意了啊！没，我也没说你，这不是吗？<笑>姐，那事儿我真没跟何光说，我不跟他说，你别走行吗？天爷，你还是让姐走吧。 姐心里有愧呀，再说房子我都找好了。姐，大姐，家里这么大，又不是没你住的地方，你干啥上外面找房子呀？弟儿，那房子再大，那是你的家，姐也该有个自己的窝呀。姐，你是不生我气了？哎呀，我生你气干啥？ 姐知道不该在你的家里干那种事儿，姐这一走就是为了一了百了，断了干那事儿的念想，知道吗？大姐，行。
我这不是还在沈阳吗？你有功夫我就来看你。真不该叫你来沈阳，整的还生分。生分啥呀？不管咋说，咱俩还是亲姐妹，是不？行了，怪冷的，快进屋吧。那，跟老姨再见。老姨再见。你肯定说他什么了？我亲姐，我能说他啥？大姐这次来沈阳，不单是投奔咱们吧？就是投奔咱。你发现了没有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不再往家里拿文件了。你也发现了，我干地宫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怀疑，哦，仅仅是怀疑啊。大姐是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？何况，你可别抓我大姐。我干嘛抓她？她做什么了？再说她真做什么了，我也不会抓她吧？我会那么无情吗？你说我大姐为啥要给共产党干啊？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是，这说明共产党太厉害了，连小老百姓都愿意跟着他们干。怪事儿。来，吃好了再来啊。大哥辛苦，来两个煎饼吧。好，来两张。哎，大刘，宋江老同志，你考虑清楚没有？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。山东大煎饼，好吃啊！钱拿着。大刘，只要不瓜葛我妹，我为你们干啥都成了。好嘞，那给钱拿着。听人说，这北市场有一家煎饼摊的特别好吃啊！我询问半天，就在这儿啊！啊，老人家，来两块尝尝吧。哎，不用，我是尝过才来的。你也是山东人？沂水。沂水。我姥姥家也是沂水的，我摊煎饼就是跟我娘学的。哎呦，我一起吃，那就是山东煎饼的味道啊！哎呦，浓极了。我祖上也是山东的。咱们山东人呐，就是喜欢这一口。可不，我爹就可喜欢吃煎饼了，我娘老给他摊。那煎饼呀，裹上大葱，嚼起来呀，嘎吱嘎吱的响，吃了就忘不了，吃了就还想吃。你看你说的，我都快流口水了。来来来，我来试尝。哎，你好啊，一会儿给我准备一斤煎饼，我过来拿。知道了。老人家，您拿好，再来啊！哎，我订的煎饼呢？好了好了，拿好了啊！哎，掌柜的，啊，你叫啥？老人家，我叫天好。你姓啥？我姓宋。你爹叫啥？我爹叫宋成祖啊。你是宋成祖的女儿，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老人家，您认识我爹？宋营长，英雄啊，英雄啊！我们东北军弟兄没有忘记过你爹，没忘记过。孩子，哎呦！你也是东北军的，
屋里坐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屋里坐。好。陈祖啊，闺女，我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旅长，你爹是我的部下，最好的部下了，还打仗能带兵。后来日本人进来了，我们撤到关里，我还当上了什么少将师长。哎呀，打了几年小鬼子，我是越打越心寒呢。国民党这些当官的，一个个都贪污腐败，不想着国家，都不想老百姓，净想着怎么发国难财了。我羞以为无，也退出了军界。儿女也都有了自己的影响，就剩下我自己一个孤零零老头子了。小鬼子投降了，思念故土啊，我就又回到这沈阳来了。还行啊，这北市场还有我一套老宅子。你这小买卖挣的能顶上房租吗？打个平手吧。哎呦，那何苦来呢？这么着吧，你搬到我那个老宅子去吧。啊，不了，老伯，我外道了不是？你是宋成祖的闺女，那就是我的闺女。啊，走吧，去看看去。临街这几间门头房，就归你了。真够大的。老邓，到院里看看。我这院子吧，太大了，一人住挺冷清的。把东西厢房也租出去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别躺，下来。啊，我见识见识，就是秦先生刚从国外大学毕业回来的。秦先生好。小赵啊，哎，来了。小赵，您回来了。哎，这是小赵，我当然你得叫大叔了。大叔，你好。对，走，再看看里边。回来啦，王老先生。哎哎哎哎。哎。这是房客还是亲戚啊？也是房客，也是亲戚。这咋说的呢？一个老熟人的闺女，啊，比亲戚还亲。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好嘞，来。来来来，快坐呀！快坐，快坐。哎，王先生，快坐呀！哎，刘先生，快来。也没什么好吃的，给大家摊点煎饼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齐先生，尝一块。好，好，好。这往后的日子，还要你们多关照了。您是王老先生的亲戚，我们应该还得到您的照应。看你说的。哎，老先生，王老先生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吃吃吃吃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这煎饼真好吃，这煎饼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那怎么？比你那牛奶加面包还好吃，老先生。这牛奶面包咱就别提了，我现在是连粥都快喝不上了。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啊？那洋学堂不白念了？我啊，也是报国无门。哎，现在啥工作都不好干了。王老先生，这房租还得腾一腾，想到现在没开呢。嗯，你先住着嘛。
不提这事儿。嗯，吃，好吃。多盼国民党早点回来，真是盼中央盼中央，中央回来更遭殃。别得啥都说，咱们就别提国家大事了。对对对，咱们吃好吧？吃，哎，吃小煎饼，来倒吃。把那个门打开。天浩，我看就用着临街的房子开个小饭馆。老人家，我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本钱我拿。我还有些积蓄。哎，不用了。你呢，就摊煎饼，再雇个厨子，炒几个家常菜，再找个跑堂的，他就行了。省着我每天还愁什么找什么地方吃饭。老人家，看你说的，守着这么大的院子，您能愁吃喝呀？哎，对了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天天好饭店。天天好。嗯。真好。哎呀，这老百姓谁不盼着天天好啊？营整的像个样子了，这咋就把我调走了呢？这啥玩意儿？这是咋的？卸磨杀驴呀！哎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不仅难听，还没人味儿。啥？调你走我愿意吗？你这叫建立根据地，根据地是要巩固的，没有根据地，咱们后方在哪儿？咱们兵源在哪儿？咱们吃喝在哪儿？要不是上面要得力助手，我放你走。我告诉你，宋天晴，你麻溜去给我搞土改，然后麻溜再给我回来。是。等等，把你的老战友带上。老战友？谁呀？小人呢？人参吗？我就知道，也不能给我啥好人。你大点声！小人怎么了？人家怎么就不是好人了？人家在团部，人家干的不错。是。人家正年轻，需要锻炼，你凭什么不让人锻炼？而且人家自己要求的。哎，那个政委他怎么说的？不了解中国农民，就不了解中国革命，就当不好一个中国革命者。你听听，人家说话说的多有水平，你能说得出来吗？行了，别给我上课了，我带着不就行了吗？彭总，进来。团长，政委，你看看。人家已经整装待发了，那就走呗。丫头，你是那老宋家二丫头吧？啊，你认得我？这刚才一照面吧，我就觉得你面花。你也是秀水屯的呀？你咋忘了呢？原来我给你家犁过地，哎，有一回你还抢过我马骑，你忘了？哎呀！孙大哥吧，嗯，孙大哥啊，我宋大姐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她是这次土改工作队的队长，啊，还是营长级的队长呢，我是她的参谋，小任，任重道远。这丫头这脾气秉性吧，适合一个当八路军。为啥呢？为啥？那个时候就敢跟日本人干。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穆桂英在世。这儿就作为咱们工作队的驻地啊！啊，咱们今天那个工作晚上就进行。哎，大家伙儿，今天晚上
大家分头到各家各户去访贫问苦，宣传我党的土改政策，好不好？是是是。行。宋长，这门咋都锁着呀？那不是通知村长了，咋还没来呢？二爷，哎呀，来了，你慢点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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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来了。哎，八路军同志啊，你们咋来的这么快呀？陈大叔，哎呀，这不是二丫头吗？二丫头，早就听说工作队来，没想到是咱自己家闺女回来了。就是。哎，二嫂，快去门打开。哎，好。哟，刘二嫂。二丫，那屋啊早就收拾好了，你去看看，行不？哎，行行行，怎么都行。哎，陈大叔，咱的土改政策，咱乡亲都知道吗？哎呀，咋就不知道呢？早就轰轰开了。哎呀，都盼你们这一天呢。对呀，就盼这一天了。哎、真的。哎呀妈呀，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。八道门来，八道门来，八道门来。可邪乎了，分房分地都得住老财。我也听说了，共产党给穷人撑腰，穷人都分到土地，还有大牲口，那个乐呀！喂，小先生，你过来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小方寡子，叫你整得挺红火呀！啊，这还不是您帮衬的，借您的光啊，这不收房租，平时再指点指点我。我这不也是借你的光？您就别说笑了，快坐吧。哎，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。说。我想回老家看看。秀水屯。听说共产党在那儿搞土改，挺惦记的。我在那儿还有一垧多地呢。我这儿不比你的一场多地强啊！你看，哼，我就是想回家看看。娘，我也想回家看看。得，道儿都想家了，故土难离呀。也是，我这不也是不奔儿不奔女的跑回来了吗？啊，老人家，我还回来呢。要说好了，这一定回来呀！一手回来。那好，这几天我就先替你张罗着啊，快去快回。嗯嗯。别等，他们人可够多的。是不是？得亏大部分同志都下去了。真被这帮花子军包圆了！小瑞，掩护你，赶快撤，冲烂队！烂了行啊，不掩护你。下班时候了，服从命令。是，走。叫花子队，叫红眼队，叫什么都行，我们就是要铲除共产党，这个人就是女共党。你们听我说，共产党成不了事，你们闹翻身闹共产没个好。乡亲们，我是老宋家的二丫头，国民党反动派长久不了，
天下迟早是咱的，你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。四大叔吗？大儿，快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这不天好吗？啊，啥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，这不去刘二嫂家拿钥匙。出门啊。哎哎哎，你这个共打娘们，死到临头了还嘴横，砍了。干什么的？报告长官，我们抓了个女共党。你们是花子队的？是，正在准备将她就地正法。这帽子是？这么重要的人犯，你不审审就给我砍了？啊？会不会干活了？要送我所里去。长官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个女共党你认识吧？拿钥匙，啊，对，进屋拿钥匙。二嫂，你刚才说我也回来了，我家还有谁回来了？啊，哎呀，前些日子啊，咱们屯子不闹土改吗？共产党啊派了个工作队，你们家天心就是队长。天心也回来了啊？那他没住在家里啊？没有。工作队呀、啊，都住在村公所呢。啊，对了，听说呀，今天他们和花子队还动起枪来了呢。动枪啊！二嫂，哎，帮我照看一下道，我去看看。你，田豪，哎，田豪，你别去，田豪，那可动枪的呀，田豪。那你小心点啊！连长，站好了。是。你说咋办吧？我已经救过你一回了，让你投降你也不能，要不然你就不是宋天星了。算你了解你二姐。你现在别跟我提二姐，现在不是讲姐弟情的时候。那你动手吧，但有一点，别往脸上打。要打朝胸口，朝心脏。给我留张干净的脸，也不枉咱俩姐弟一场。我的兄弟，咋的了？你瞧你这闷头不喘的，哎！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是我二姐。啊，我猜嘛，哼，正正的。哎呦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我找你们土改队的宋天星，宋天星知道吗？你们队长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姐姐宋天好。快让我进去！你们这二姐，来进来，放开。
来，姐。虎子。回首。